知名电商平台短短三个月内就在全台8个县市开了超过150家实体店到店门市，而且还寄出免运费吸引消费者，但如今宣布将开始收取运费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如果是便利商店那些的运费不是都是大概是60左右，所以我觉得19还是蛮便宜的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大家就回归超商就好。19块是没差啦，只是它要开到我家旁边。免运费小确幸没了，虾皮购物贴出公告，从元旦开始，如果卖家没有开启负担运费功能，买家就得多付19元运费才能取货。消息一出，引起网友论战，有人直言虾皮是否开始养套杀，果然服务没有免费这回事。但也有人认为19元比挂号信便宜，没什么好嫌，就会想比较久吧，就可能是你买那个东西可能没有比你的运费还要高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到购买。比一比各家通路运费，虾皮一月优惠价19元，不过每周还是会提供10张免运券，消费满99元就能使用。而赖尔富店到店运费55元， Seven 和全家则是60元起跳。免运这件事情，它的这个支出成本其实是相对高的，对于电商平台来说，粘着度或者是所谓一个平台的习惯性才是关键。消费者习惯了到某一个指定地点去，那当然在领货之余，它未来的这个延伸性服务，或者是针对一个卖家在上面做一个广告宣传的曝光，他这样的一个所有的宣传策略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。以免运费先抢进市场站稳脚步，而后续策略就看消费者是否能接受。三立新闻孙凯李孟山台报道。